俊松，异国婚姻应该还不错吧？就像你娶了一个外国老婆一样。各有优缺点吧。你为什么会突然这样问我啊？异国婚姻啊，两个家庭的家人不会常常碰在一起，相对呢摩擦也比较少，不像我们婆媳问题、妯娌相处的问题，尤其是逢年过节大家碰面，一不小心啊就擦枪走火，有时候一顿团圆饭吃不到两口，亲朋好友们呐、一言不合就翻桌，那才尴尬。我们中国人啊重视围炉，就是希望在餐桌上能够培养亲情。哎，怎么可能会像你说的这样啊？怎么不会嘞？你看手语剧场里面这一家人吃个饭啊，心里各怀鬼胎，结果倒霉的是那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小孩。这样啊，那先来看一段今天的手语剧场，瞧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。手语剧场看好戏，快乐轻松学手语，请看。你是不是换工作了？没有换工作啊。前阵子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案子，那个屋主跟你同公司的，我就跟他问到你，他说没印象，没听过你啊。不过我们公司那么大，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啊。他说他是工程师，哎，你们工程师不同一层楼吗？哦，倒忙呢，啊，你是吃饭配话哟啦，我准备那么多你爱吃的菜，来，好，妈，我自己聊自己聊。哎呀，谢。哎，老婆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帮你夹个菜。哎呀，来，我最爱吃了。哦，有人添饭，有人夹菜，哈，是很幸福的呢。你饭快没了，我帮你添。谢谢啊。大姑姑。你真是喉咙张大，眼睛好像已经好了哎。脏，你比较脏吧？舀过的汤匙又去捞菜，每一盘都是你的口水，谁比你脏？我难得回来吃饭，还要吃你的口水？那么爱吃汤匙是不是？拿汤匙去客厅吃。你丢口哦，吃到炸药哟，那不得不急嘛，正跑，吃不啦？快啦哈！我难得回来吃饭，还要吃你的口水，真是的。你换你。哼，我难得回来吃饭，还要吃你的口水啊！你换你。哦，我难得回来吃饭，还要吃你的口水，啊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再来，啊，来换你。啊，我准备那么多你爱吃的菜哈。啊来来来，啊，醋啊，醋啊，不，换你。喂，我准备那么多你爱吃的菜，敢不吃？啊，来，吃，吃，不，换你。哎呀，我准备那么多你爱吃的菜，来来来，来吃哦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
搞什么？不知道。我演谁呀？谁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哎哎，试镜完成，角色我已经分配好了啊。哎，你演这个，你演这个，这个角色给你啊，哎，就这个啊，哎，就这个。好，快点就位吧。今天的手语剧场啊，又有团圆饭可以吃了。含苞欲坠的每一天，哎，五四三二，开吧。哎，你是不是换工作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换工作啊。哎，前一阵子啊，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案子，那个屋主啊跟你同公司的，我就跟他问到你啊，他说没印象，没听过你。我们公司那么大，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啊。哎呀，哎，公司那么大，八下面一个小圈圈是公，圈圈打开是司，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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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那么大，要加上表情来强调。啊，哥哥，你再示范一次啊。公司那么大，哎，很好很好。哎，观众朋友啊，你也可以自己来造句练习。比如说，这张餐桌那么大，或者是那么大，天上的月亮那么大，那么大，或者是他的眼睛那么大，那么大。哎，你注意到了吗？形容不同的物体啊，大的高低位置也要跟着变化，知道吗？好，公司那么大，大，继续拍戏啊，开吧。他说他是工程师。哎，哎，你们工程师不是都在同一楼层吗？哦，啊，道南呐，你是吃饭配话吗？啊，我准备那么多你爱吃的菜吼，啊，我帮你夹啦。啊，好好，妈，我自己来了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婆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帮你夹个菜啊。吃啊，你最爱吃的啊。哦，有人添饭，啊，有人夹菜，是很幸福的。哎，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？怎么一直看不见？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？让我看看他的脸。哦，哎，幸福的人呐，下巴会很有福气，所以摸下巴是幸福。幸福的脸，拿起碗，把饭添满。手语是添饭，用筷子。把菜夹进碗里就是夹菜，夹菜，添饭，夹菜，为什么会幸福呢？是因为有人帮忙添饭跟夹菜，啊，夹菜，帮忙，嗯，帮忙，所以啊，有人帮忙添饭夹菜是很幸福的，幸福。这整句话连在一起呢，就是。添饭跟夹菜都有人帮忙，很幸福。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？怎么一直看不见？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？让我看看他的脸。哦，哎，很好很好。哎 ，camera。
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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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碗拿来，你饭快没有了，我去帮你添哦。啊，谢谢啊。大姑姑，你上次红红脏脏的眼睛好像已经好了。脏？你比较脏吧，咬过的汤匙又去捞菜，每一盘都是你的口水，脏死了，谁比你脏啊？哈，卡，别气别气，不要吃别人的口水很简单，只要多加一副公筷跟母匙，大家聚餐吃合菜的时候呢，筷子夹来夹去很容易沾到别人的口水，这样容易感染干眼，不太卫生啊，从嘴边流下来的是口水，口水在鼻子旁边摩擦是脏，脏。台湾呢，在70年代开始呢，进行公筷母匙的做法的。餐桌上啊，多放一副共用的公筷；喝汤的时候呢，就多放一个母匙。这手语怎么比呢？第一个方法是啊，照字面比，公。筷、母、匙，可是这手语的意思变成了公筷、妈匙。哎呀，不但奇怪啊，聋人也看不懂，所以啊，就干脆省略母，只用公，公用的筷子、汤匙就是就是公筷、母、匙。哎，这样你了解了吧？好了。我用公筷帮大家夹菜，来继续拍戏啊，开吧！我难得回来吃饭，还要吃你的口水啊？那么爱吃汤匙是不是？拿汤匙去客厅吃啊？你去啊！啊，你是怎么了哈？啊，吃到炸药哦，哈！哦哟，无缘无故在骂郑宝，吃饭呐！OK， 好，今天的戏拍完了。乔导，这一桌子菜吼，不吃很浪费呢。要不要我们一起吼把饭菜出掉？好啊。不过啊，我们先帮观众朋友复习今天教过的手语之后，我们再吃饭好吗？好。公司那么大，公司那么大，幸福。幸福，幸福，幸福。添饭，添饭。夹菜，夹菜。帮忙，帮忙。口水，口水。脏，脏。筷子，筷子。
汤匙，汤匙。好，复习完了。我们要吃团圆饭啦！哎，来来来，好哎，来来来，哦，哎，坐旁边啊！哎，来来，哎，等等等等等等啊！你们忘了？哎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记得夹菜舀汤，请用公筷母匙。哎，知道吗？哦，遵命，遵命，好好好，遵命，太好，知道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请收看刚才拍好的手语短剧含苞欲坠的每一天。哎，我们开动了，哎，吃饭吃饭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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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是不是换工作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换工作啊。嗯，前一阵子啊，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案子，那个屋主呢跟你同公司的，我就跟他问到你啊，他说没印象，他没听说过你啊。我们公司那么大，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啊。哎，他说他是工程师。哎，你们工程师不是都在同一楼层上班吗？哦，道南，哦，你是吃饭配话吗？啊，我准备那么多你爱吃的菜呢，我来帮你夹啦。啊，好好，妈，我自己来了，我自己来啊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嗯。老婆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来来，我帮你夹个菜啊。嗯，吃啊，你最爱吃的啊，吃。嗯，有人添饭啊，有人夹菜，嗯，是很幸福的。嗯，碗给我。你饭快没有了，我去帮你添。啊，谢谢啊。大姑姑，你上次红红脏脏的眼睛好像已经好了。嗯，脏？你比较脏吧，咬过的汤匙又去捞菜，每一盘都是你的口水，脏死了，谁比你脏啊？啊，哼。我难得回来吃饭，还要吃你的口水哦！你那么爱吃汤匙是不是？你拿汤匙去客厅吃啊，去啊！嘿，啊，你是怎么了哈？是出道炸药哦？哎呦，无缘无故在骂郑宝，吃饭呐！小叔啊，前一阵子啊，我在听障团体开办的摄影基础班去上课，发现呢，不只有手语翻译啊，还有同步听打的服务，让我们能够一目了然，真是贴心呢。哦，你说的同步听打，是不是利用电脑和投影设备，将老师讲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同步的打出来呢？嗯，是的，其实啊，这是为了服务不会手语的听障朋友。嗯，据了解，年轻的听障朋友大多是学习口语，即使带助听器或是电子耳可以听到声音，但每个人的听力损失程度不同，不一定听得清楚，
有些要搭配读唇，但嘴型相似的口语很多容易看错，因此需要借由笔谈或电脑打字才能清楚。但是呢，听打服务啊，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，不止打字的速度要快，还要将听到的内容一字不漏地打出来，所以听打真的是很大的挑战。所以政府单位与听障团体已经开始积极培训听打员，希望能规划建制有系统的听打服务制度，例如听打员的专业认证、派遣服务等等，让这项服务可以越来越完善和便利。嗯，我也认同，希望一切都能够很顺利。好，我们聊了这么多啊，不知不觉又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。是啊，观众朋友请记得每周六下午4:30一定要继续收看听听看。我们下周再见喽，拜拜拜拜。没那么恐怖啦，太 over 了。摸鼻子啊！他在抓痒，他痒，抓一抓。还没啊。